呀，这个球送分了，爆头一枚，压得比较低，但捕手呢并没有办法来接捕或者是挡下来啊。三垒上的于德龙很快的冲了回来，也使得地主队啊目前取得了1-0。那原先在二垒上的跑者呢，趁这个机会也上到了三垒。来看一下这个球，哇，实际上是捕手这个有碰到手套啊，并没有提前落地，所以也有可能要记一个捕手的补益。实际上应该蛮有可能给个补益的，因为从重播的画面来看呢，这个球其实是高志刚可以做接捕的。